不去理前朝之事，好好的享享清福吧。你，由鞠婧祎、曾舜晞等主演的《迦南传》。正在火热更新中，韩童心从进宫就嫉妒宝宁，嫉妒他拥有皇上的宠爱，皇上一心想娶宝宁当皇后，韩童心偏要跟宝宁争一争，明知皇上不喜欢甚至厌恶他，还奢望能从皇上那里得到真心。宝宁本就不想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，故意输给韩童心，让他成为了皇后。皇上被迫娶了韩童心，但心依然在宝宁身上，即便后来宝宁嫁给了李谦，皇上依旧没有死心。韩童心更加嫉恨宝宁，李谦前线杀敌却被奸细出卖，沦为庆太的阶下囚。所有人都说李谦被砍下人头，太皇太后怕宝宁做傻事，把宝宁接入宫中照顾。宝宁想去寻找李谦，可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只能在宫中养胎。韩童心在宝宁的熏香里放了麝香，导致宝宁小产失去孩子。宝宁知道真相，却暂时无法动韩童心。李谦假死霸气归来，带着一军推翻穆安国腐朽的统治。韩童心害死李谦的孩子，沦为阶下囚，精神崩溃疯了。这个女人的一生也真是够可悲的，你们觉着呢？